是我们等你。关注老年人，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养无极牌中药补肺丸，每天两丸，补强肺功能。爱情好争取，为爱不放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我是相亲特派员林欢。现在呢，我们节目推出了实时的有奖竞猜环节，待会儿可以在节目播出的每天晚上的7:30到8:30之间，拨打电话88058805来参与实时的有奖竞猜。您可以来竞猜本期男女嘉宾是否能够牵手成功。如果您猜对了，将有很大的机会获得精美的礼品一份。赶紧拨打电话88058805参与进来吧。今天来到节目中这位男嘉宾啊，可以说是我们凡人游戏的老朋友了，当然呢也是我们的老大男。为什么呢？因为他十几年前就参加过我们的节目，这期间有失败过，当然也有成功过，可是已经十几年过去了，今天呢45岁了，至今依然单身。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啊，就是两个字，勤奋。那到了今天呢，也算是小有成就了，每月的收入固定都能有1到2万。那这样一个如此勤奋的男人，为什么至今依然单身？有着怎样的原因？这时间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大家好，我叫包安元，今年是45，身高1.72米，体重130斤，婚姻状况目前是未婚，从事美发行业，收入15000至2万。本期交友男嘉宾姓名包安云，年龄45岁，身高1.72米，职业自营美发店，收入15000以上，未婚。我从事美发行业20年了，那个店儿开了4年，都是我从没得人做到搞不赢，有时候还后头都请了人。我们店儿呢虽然不大，但是各方面都很完善，都很全面的，技术那些绝对是 OK 的。周围的附近的那些小区都很多人找我。基本上我都没有休息时间的，天天都比较早，一开门都很忙，忙的时候呢都做事，不忙的时候呢运动哈，那些健身器材都有。我平时不管是再热再冷，都是三伏天，3-9天都要出去跑，一般跑个7-8公里，有的跑个10几公里。他平时没跑步的时候呢，都在做点俯卧撑啊，还有第二天有些健身器材啊，拉力器啊、背力器啊、肩负轮那些，反正把身体练得更好。我40几岁了，看起来还是30几岁，我非常的自信的。我对婚姻那个态度啊，反正年龄在那儿来了，40几岁了，反正遇得到合适的，肯定内心是非常想成家的。年龄越大呀，接触的人越，就是说相对来说要窄一些，要少一些。遇得到都早嘛，遇不到也个人过得也非常的充实，非常的快乐。反正人嘛，就是高高兴兴的过一生。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啊，都是35到45。之间嘛，到那个年龄了，基本上结过婚的都有娃儿的，反正对子女啊，如果说双方都觉得可以啊，生一个更好，不生了也都可以过，大家一起生活嘛，这最好是屋里会煮点饭那些更好噻，回去感觉有家的那种感觉噻。家务啊，煮饭啦、啊，我作为一个男人，除了不生小孩以外，啥子都要会，不会都得会。哦，我最开门都是那些要求高个人呢、啊、有。跟我养的但是有没有好点的，反正只要是勤奋，任何东西都会好的。夫妻一条心呢，黄金到变泥土到变黄金，不吵不闹的，相互鼓励，相互生活，反正大家一起把那个后半生过好就行了。男嘉宾的择偶要求：一、年龄35至45之间；二、勤快，一起努力过日子；三、可以接受对方离异有小孩或者婚后不生小孩。那今天的女嘉宾是否符合男嘉宾的择偶要求呢？大家好，我叫李小玲，来自重庆，今年41岁，我身高的话1.57米、我从事的行业是做家政服务行业，做月嫂育儿嫂，收入的话大概就有8000到1万左右。本期交友女嘉宾姓名李小玲，年龄41岁，身高1.57米，职业育儿嫂，收入8000到1万元，离异，小孩跟男方。我的兴趣爱好的话，有空的时候喜欢出去旅游，爬爬山，然后闲下来的话，喜欢做做美食，很喜欢做吃的。我有一段婚姻都是顺利又离异的哈，有个儿子，现在已经大学出来参加工作了，一个女儿带独处儿，都是在南方那边，因为她的条件比我好些，哎，
然后我们离婚的原因是他婚外出轨，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喜欢赌博，当初也挽留了他很么长的时间，但是到最后还是我自己愿意离开的。我想找一份就是说那种真心过日子的。我对另一半的要求的话，有眼缘，合得来，身高达到1.7米多嘛，然后会照顾人，对方有个社保啊，因为毕竟我自己也有社保，也买了几年了。对方有固定的一个工作，有自己的房子嘛。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共同的买。因为毕竟年龄在这里了嘛，我也不想再生小孩了，毕竟我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是希望对方对家庭有一个责任心啊。两个人有什么事情的话，大事好商量，哎，然后我希望他的一个异性朋友会自己怎么去处理。女嘉宾的择偶要求：一、身高1.70米以上，有眼缘；二、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如果没有住房可以一起买；三、对感情忠诚，能接受自己不再生育的诉求。目前来看，双方都能满足彼此的要求。男女嘉宾初始匹配度80%，两人初见互相赞赏。妈的，你看嘛，你要有身材，有身材，要人才，有人才。我的脸都红了。哎呀，妈的，那个我是说实话。可到底是怎样的情况让两人情绪转变？说的有点夸张了。什么？他这么一说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拍死掉了。都聊不拢了都。作为一个女性来说，我还是挺不满意的。Hello， 林姐， Hello， 欢迎你，来到我的身边。你好，你好，辛苦你了。今天我看你应该是特意打扮了一番，穿得挺好看的。还好吧？还好啊，因为我的工作有原因吧，就是平常也没有就是特意去打扮嘛。对对对，因为可能是小朋友不太方便，是不是？哎，对对对，这是理解的，所以我才说感觉今天你是打扮了一番的，这还挺精神的，好看。哎，我问一下，你对今天这个发型满意吗？我觉得还好吧，还好。你想不想把头发上，比如说造型稍微改变一下，或者你别头发长了，我正好想要有修剪头发的想法。有这种，因为我的头发最近喜欢掉嘛，我也想去换一个发型。正好啊，头发这方面呢是男嘉宾擅长的东西。来，你看一下旁边那家店，黄色招牌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专业烫染工作室，那个呢就是男嘉宾的店了。要不要过去看看？我估计他这会儿正在忙吧。那来就来了。今天早上为什么你等了那么久？就是因为他一边剪头发一边来相亲，都是抽的那个带空隙的时间，所以得让你久等了。继续看看好不好？好的，来走，辛苦你们了。就是这里。好啊，还不错。哈喽，欢迎光临。见面了，哎，里面请，你们坐嘛。男女嘉宾呢是已经见面了，还是来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女嘉宾李小姐，我喊李姐啊，就李小姐。来，这位是我们的男嘉宾包先生，但是我看了一下艺名安迪，是非常资深的发型师啊。哎，对了，要不要主动握个手认识一下？哎，你好，你好，我对女嘉宾的印象还可以，圆脸，比看起比较温柔，比照片上还好看点儿。我觉得第一印象给我的感觉是那种上进、踏实的人吧，哎，然后外表的话也还，打分的话8分嘛。好像两个人都有点拘束啊，现在，就是像在这样的跟年轻人那种相亲，好像似乎有点不太一样。我先问一下吧，是不好意思吗？有点内向。有点内向啊。但是你想啊，你来了我们节目还是有好几次了，是不是？我觉得你应该是比较熟悉流程的。没关系，因为可能两个人刚刚见面嘛，还不是很熟啊。既然来到你的工作室了，我们先熟悉熟悉，放开一下，你给我们的女嘉宾先介绍一下好不好？把工作室的一个情况大概介绍一下。就当时认识了嘛，是不是？打开一个话题，你主动一些，来。我这儿呢，我在这儿就开了接近4年了，都是刚开始在别个时候都转过的，当时都生意都不是很好，我就过来慢慢的工，辛苦努力的应该做。就把顾客累积了。累积起来，做了4年了接近，反正现在客源还是稳定，都是小区的。
还有附近那些都带些客人了。我平时都是早上家9点多钟都来了，晚上有时候9点钟没人都关门，有时候有客人那都是10点钟了，乱的反正时间。哦，就是看情况。对，对头。嗯，还是时间长也是挺辛苦的哈。对，那个不辛苦，反正我觉得反正人嘛都是辛苦嘛，还充实嘛，还好些噻，身体。那像你们这样的话，嗯，一个月要有没有奖呀？就是自己放自己的奖。因为没事都不休噻，我一般从今年子几个月了，休息七八个月了，休息了的15天。哦，那意思就是，员工有奖，老板没得奖噻。哎，对头。我的姐儿第一次看到我，感觉我好大年龄了。看起40多一点点吧。啊。嗯。我平时有些不是他那些客人，小时候忽悠我们两个，他说我30岁了，20几岁都在说。哦。我觉得我很开心的。我对头对头，一般都是夸年轻，心里没。但是我心灵很年轻，我平时都很乐观的。我觉得我人生还才40个40岁，因为我平时都锻炼了，天天没事都充实自己，学习和锻炼那些，然后我体质、精神那些不比那些20几岁差。挺帅的。帅的还是有点装。你刚刚跟他说啥子没得？啊？他刚刚说了一句称赞你。然后我说你挺帅，你说谢谢。谢谢，你还不是长得那么乖。真的吗？哎，第一次有人这样夸我。妈的，你看嘛，你要有身材有身材，要人才有人才。哦，感谢感谢。哎呀，我的脸都红了。妈的，那个我是说实话。双方对彼此的好感正在慢慢萌芽，特派员此时也顺水推舟，让男嘉宾帮女嘉宾做发型。亲密的互动能否进一步拉近彼此的距离呢？你这个练习属于可爱型的，那种远一点的。这种可爱型的练习你喜欢吗？喜欢喽。哎呦，喜欢，你说出来呀。因为今天在做发型的时候，男嘉宾一直在夸我嘛，然后听到异性朋友这样夸的话，其实心里面还是挺美滋滋的。哎，你要帮我整乖一点喽。要得，肯定要弄乖点噻，弄不乖的话，弄乖为止。哎，那谢谢。家里那个老板的话，比方说，几个人呢？我们平时主要是2个人，就是我，主要是我都是剪头发，请那个助理。哦，这样了。哎，像你们那个有好多个平方呢？30个平方嘛，是的。哦，30个平方，大概房租在哪种位置啊？嗯。大概一个月房租在什么位置啊？我们那个2000多。2000多哈。哎。2000多对于开理发店来说，因为你们的成本还是比较低嘛，关键是收益赚收益钱嘛。那还是不是很大的压力哈。没压力的，有啥子压力？我们那个轻轻松松的一天完了。哎，对对，那还是很不错的嘛。哎，嗯，那你像工作忙起来了，吃饭怎么解决的？吃饭嘛，都我们平时在外面煮噻，那个外头。哦，自己可以煮。哎。哦。自己煮，因为吃了健康一些，卫生一些。哦。那你应该的厨艺还是很不错嘛哈，重庆男生一般都很会煮饭。厨艺，我是做菜色香味齐全，肉丝那些细软那些。哦，这样。我学过厨师了还。哦，这样。平时都喜欢钓点鱼啊，钓点自己在屋里煮啊那些。哦，刚刚听到你说做过厨师，意思是以前有开过餐饮吗？还是去？我们那时候是在培训班就学过的。哦，这样，那还是，那你的手艺应该是挺不错的。不比有些馆子差嘛，反正。我就正想找一个会煮饭的男朋友。哦。哎呀。那可以噻，我都会煮饭噻。但是我有点挑食。挑食哈。你随便啷个挑，我那个你要吃啊，都是那个做的饭都是多点少点。哦，对于男嘉宾说很会做菜的话，其实在我心里面哈，因为我也是喜欢做美食做菜的，如果有另一半帮着一起下厨忙了工作一起做饭也是挺高兴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说是自己工作忙，那我还是愿意为对方做好吃的。哎，3五2桌人的话，我还是没有问题的。哎，做饭的话，我的那个弄头发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女嘉宾还是比较喜欢主动那个，我都有点紧张，
他都主动和我沟通了，我觉得他比较善谈，还是，感觉交流起来是比较舒服，可以嘛，反正。会不？哎，还行。我看你弄完了是不是？哎，怎么样？还行，不错。还不错哈，嗯，我看还把刘海处理一下，把头发也给你把后面稍微修剪一下，处理了一点层次和动感，线条感的。你对作品还满意吗？啊，你自己还满意吗？还可以，主要是他自己长得漂亮。哎呦，感觉好像有点开窍了，会说话了。会说。谈笑风生间，男嘉宾也完成了女嘉宾的造型，那女嘉宾对他的表现还满意吗？男嘉宾的话也还是嘛，有他的一个优点，比方说他今天给我剪头发呀，哈，给我吹头发也还是比较细心，问烫不烫啊，哎，然后温度合不合适啊，哎，我觉得男嘉宾这个工作的话是比较还是能吃苦，因为有顾客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晚几个小时到饭店才吃饭，哎，那份工作的还是辛苦，但是上进心应该来说他还是有。男女嘉宾对彼此的好感正在逐步攀升，两人此时的匹配度上升到90%。可为何午餐之后两人对彼此态度迅速扭转？答应的那个死气沉沉的，我都没得心情那个去问了。说的有点夸张了，什么都聊不拢了都。都不想聊下去了。午餐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栏目由关注老年人、守住肺部健康防线的中药补肺丸冠名播出。经常咳，补补肺吧。痰多痰连，补补肺吧。反复喘，补补肺吧。养无极牌补肺丸，补肺益气，止咳平喘，补强肺功能。肺部有气力，干啥都给力。本栏目由关注老年人、守住肺部健康防线的中药补肺丸冠名播出。经常咳，补补肺吧。痰多痰连，补补肺吧。反复喘，补补肺吧。养无极牌补肺丸，补肺益气，止咳平喘，补强肺功能。肺部有气力，干啥都给力。本节目由 OTC 国药准字号福禄康牌熊胆粉冠名播出。福禄康牌熊胆粉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清热明目平肝，对肝好，常去会咽喉痛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眼睛肿眼睛疼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肝好有福了，有福有禄有健康，福禄康牌熊胆粉。那你有没有啥子问我的嘛？我是，你对另一半有啥要求是吗？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哈，首先我自己买了社保，我希望他也把社保买起。还有就是在主城要有自己的房子。如果说他没得能力的话，我也可以就是说帮助一起，因为毕竟我也没得啥子压力的。父母那一块，他们条件也还可以，也开放。相当于也不是开房卖了地嘛，手头也还有一部分的钱，也是属于我自愿给，因为我们家是三姊妹上，我是最小的一个，姐夫在家里面上门女婿那种嘛，哎，然后我自己目前来说那两年的收入我还是一年嘛10W也有嘛，哎，稳定的，那还是可以噻，比较优秀，哎，也算不上嘛。比方像你一个月的收入好多嘞？这个不固定，一般都是10000多块钱。10000多块钱，一万几嘛？平均15000嘛。就是算的，就是除起来员工的工资嘛，哈。嗯。那你在主城，你是自己买了房子吗？还是租的房嘞？我现在的那个茶园那边有个公租房。哦，公租房哈。嗯。茶园那边听说也还挺不错的。有了另一半哈，你有没有打算在主城买房子的？有啊，结婚生子嘛，都买啥？肯定有那些，要买啥？哦，要买哈。那你是想在什么时候？比方说年底呀、明年呐、有一个规划噻。嗯。
只要有合适的都可以，现在都可以。有合适的都可以都买。你说清楚嘛，说是要找个合适的女娃儿结婚啊，哈，我都可以说说嘛。不是你答应的那个死气沉沉的，我都没得心情能够去问了。我性格是比较那种直爽的，我不喜欢那种啰里啰嗦的。你是提议要必须要有房子的吗？因为啷个说呢，都到了那个年龄了，肯定女娃儿嘛，就是找另一半，也希望有一个家。比方说刚才你说买房子哈，随时都可以买，你是全款吗？还是分期的？现目前是。首付嘛，首付哈，意思就是分期嘛。你像比方说叫你在重庆买房子的话，你是喜欢买现房嘛，那种二手嘛，还是买新房自己去装修的？这个看噻，反正看呀。哦，你比方自己的风格是喜欢哪一种呢？那个我对那些并不是也要求太高，就是、没有去了解我从小都是那些。就没有去了解过自己想买房子。我对住那个只要能住的都可以了，我对那些东西要求不是很高。那假设是我们在一起，买了房子要装修这一块，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呢？商量噻，那个没得听那个的。哦。综合噻，那个我哪个听哪个的嘛，那个时候都是相互那个去把那件事情谈好。比方买那套房子是需要50万还是80万？我有能力，我都说有能力；没得能力，都说两个人一起哈。但我就不喜欢你说现在说，哎，随时都没得问题的哈。但是一到后面哈，有些就是哎呀，都那种。因为我一直一个人嘛，那些方面我还没详细去想过。比方说，我问他，买房子哈，然后我说是买二手房啊，还是买新房自己装修，或者你能够。首付付得到好多，他给我的一个明确也不是我想要的，然后说到一个装修喜欢哪种风格哈，他也没有说，哎，我其实目前没有考虑过嘛，他意思说随便以后看，整体来说回答的问题我不是很满意，哎，拖拖拉拉的那种。虽然男嘉宾模棱两可的回答让女嘉宾不满，但心直口快的他仍旧单刀直入，就自己关心的问题直接提问。男嘉宾的回答方式会有所改变吗？假如我们在一起了，像比方说暑假那些啊，我的孩子过来耍一下，你会不会建议啊？我有啥建议的那个？我们两个年龄接触的人都是有孩子的，没孩子的都不正常，我跟你说。还有一些不没得孩子不结婚那些，纯粹是性格古怪的很。我性格是可以哦。他就是我说东他就说西，我问娃儿他能来耍一下，他能不能接受？他说哪家没得娃儿嘛。哎，那离婚后，比方说，我们两个的收入是你管了还是交给我管的？大概各管各吧。哦，反正家庭开支些我可以出。哦、情况不一样，那你那种情况的话就是相当于找个打好过日子的哈。那个社会本身的事个噻。哦。因为毕竟在一起没得共同的一些孩子啊孩子那些，肯定那种情况很多。但是这一条的话，我作为一个女性来说我还是挺不满意的，并不是说谁去要谁的哈，我觉得夫妻在一起就是要信任沟通，可以做一个明白的账。我要的是那种不是打火过日子，是要走到白头到老的那种。家里大事肯定都要商量嘛，小事情肯定谁都可以做主嘛。那其实你还是想到去结了婚有一个自己的娃儿哈。人嘛都希望有嘛，但是如果说确实关系啊感情好啊，双方都感情有不有都没无所谓，但是如果说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尽量有人愿意生的肯定更好噻。那如果你找另一半，他愿意为你生的话，可能带到小朋友的话也上不到班。那一家人的开支的话，现在养一个宝宝费用也高哦，一般都不愿意在家里面住月子。你能不能承受得起那个费用呢？承受得起啊，哪个承受不起啊？毕竟你也是学的专业嘛。哦，那并不是说我学的那个专业就自己带，
因为如果说自己生了宝宝的话，自己带确实身体很多人都是受不了的，包括我们的朋友，他们也是比我们年龄还小点的嘛，结婚然后自己的宝宝也是请别人带，因为哎，确实是很辛苦，带孩子是很辛苦。都生个啥哪不辛苦哦，而且我之前也强调了那个问题，就不用再纠结。我之前强调了是我不愿意生的，哎，可能你跟他沟通过没有？没有跟他强行的生了。哎，我没说强行。对的。现在任何事情都是自由的。回答的问题都不是很正面的，好像在忽悠那种。这样一说的话，我感觉都不想聊下去了。男嘉宾的态度让女嘉宾彻底失望，为何一顿饭的功夫，男嘉宾的态度就从一开始的热情主动变得如此冷淡被动呢？刚才呢也跟女嘉宾就是有过一小轮的了解，对吧？吃完饭之后呢，你们两个也是聊了一段时间，我想问一下，到现在为止你对女嘉宾这个印象是怎么样的？现在因为没有外人，就我们两个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听真话。都聊不拢那种。聊不来，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就是说生孩子这个问题嘛，又没说他要强行他要生，又没说喊他生，他都觉得哦，我不强，怎么怎么怎么，他都好像提到这个问题都很冒火的那种。他都觉得好像，像你逼着他要生一样那种感觉吗？对，就是。哦，还有吗？还有就是唱什么家庭，好像什么都他要做主啊，要管钱呐、什么这。什么那些都是他好像说了算一样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觉得好像有点强势，是不是哈？就我们现在不带情绪的，我想真实的问你啊，就是不管你是跟谁，是不是跟他也好啊，未来如果你找另外一个女生，你是真的觉得婚后两个人各过各吗？还是说刚才其实是有点气话在里面？如果说真心喜欢成为一个家庭，那个都好商量的。但是他是走了。好商量是什么意思？都是说。我觉得可以的，那个哪个管都无所谓，哪个女方也可以管的。你觉得是可以的，是不是？对，他的意思是走的都是强行的那种，要我必须要管，然后可能就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对，然后所以说刚才其实你说那个各顾各是有点气话的成分在里面，是不是？有点。哦，哎，那我问一下，那你会不会就是有觉得，对他多少可能现在还有一些防备心理，因为可能是我的本身都是什么？一般现在我们这个年龄，他本身自己有孩子，还什么钱哪里管？那到时候一分手，我怎么办呢？其实从你内心而言，你并不是说一定要各过各，对吧？对。你知道大家未来能够有了信任的基础以后，对，是不是？相互都喜欢了，或者觉得都是未来的一半，那些都无所谓了。因为走来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想吃，他那一样。我理解，他可能太着急了一些。对。但是可能我想女嘉宾可能也是觉得，因为到了你们这个年纪了啊，大家相亲呢，可能不像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他们可能谈的更多可能是情，而你们确实这个年纪会夹杂了很多现实的东西在里面，对，包括物质东西在里面，因为你像。理解这个年纪，也离过婚，有两个孩子，他可能你说他要不跟你谈现实也不太可能，对不对？所以呢，也许是他，像你说有点操之过急了啊。但是我想说，可能内心他也未必真的是这种想法啊。哎，那我问一下你，那你现在还是否愿意再进行呢？我觉得没什么必要了。男嘉宾十分介意女嘉宾过于直白的提问方式，他此时想要放弃今天的相亲，双方的关系降至冰点，两人的匹配度跌至50%。可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两人关系再度回暖？那欣赏嘞，女嘉宾愿意丈夫吗？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孝心的。本栏目由关注老年人，守住肺部健康防线的中药补肺丸冠名播出。金藏壳补补肺吧，糖多糖连补补肺吧，晚铺床补补肺吧，养无极牌补肺丸，补肺益气，止咳平喘，补强肺功能，肺部有气力，干啥都给力。本栏目由关注老年人，守住肺部健康防线的中药补肺丸冠名播出。金藏壳补补肺吧，糖多糖连补补肺吧，晚铺床补补肺吧，养无极牌补肺丸，补肺益气，止咳平喘，补强肺功能，
肺部有气力，干啥都给力。玩游戏，我来等你。关注老年人，守住老人肺部健康防线，养无极牌中药补肺丸，每天两丸，补强肺功能。其实男嘉宾在聊天时候表现得十分消极，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女嘉宾提出了各种现实的问题，而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细节引发的。经过各方面的接触，并且他出来的时候，他跟他们朋友都说要直接想走那些，听起我们朋友听那些都不舒服了。What？ 啊，真的吗？啊，他有说吗？被你们朋友听到了？我们那个朋友都听到，他说那个女嘉宾出来之后，他走了哟，还是什么 ？Oh no！ 你朋友听了？会不会是听错了呀？会不会是他那个朋友？因为当时他朋友是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听到我们朋友在说，因为我说是不是他朋友，他说他都是那个女嘉宾的。原来是亲友团的话影响了男嘉宾在聊天时候的表现。那对于这件事，女嘉宾会作何解释呢？刚才就是你的亲友团嘛，你朋友说，我想走的那个其实是我朋友，他说。看我们那个可能要耽搁好几个小时，他说他想去逛街嘛，然后他都想撤，我都说你确实有事你就走，可能你们朋友就误会了嘛。哎，两人最大的误会解除后，女嘉宾也彻底释怀。那此时的她对于男嘉宾的真实态度是怎样的呢？其实有个首页对我来说哈，最先开始那个妹妹她聊到了那一块哈，她也没得娃儿，又有个首页，像学那些东西简单的，我们如果说我不住我那个了，来帮他也可以当一份夫妻店那夫妻店那种，买个房子或者买得附近的那种也很好。娃儿以后要读书啊，老了他，然后父母肯定也是靠他，以后老了接到身边来，也有人煮饭啦，或者我们也伺候他们啊，那种也近点，也没得必要上班。说实在话，主城上班你那个去走那个去，一天也很辛苦。哎，我就只看中他这一点。哎。那说明你还是脚踏实地实在人呐。是啊，我就是实在的啊。我所以说我就想要他回答的问题，你有那个能力你就回答那个能力，你莫给我跑偏，我都不晓得是问哪个问题。就是我想问那个问题，他跟我扯的那个问题，搞得我都没回，没收获。就他心，我跟你解释嘛，他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当下有情绪在。可能那些我都有点那个情绪，他老是。然后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他当下有情绪，对，主要就是受他朋友那个话的误解。他一样的问题，他以为说你要走了。哎，我的沟通的问题，那语言那一下生气了哈，我说你正面回答嘛哈，有点精气神那种嘛，好像每句话你没听到嘛，都是我在去问他，好像我在。没事没事没事。扒起他那种一样，给人的感觉哈，女娃儿就像。你男娃儿相亲那么多次了嘛，你是理发店的嘛，你主动一下问一下女娃儿嘛哈。其实我对他的一个手艺那一块还是蛮欣赏的，因为手艺人也我也理解他那个苦中的苦。这个手艺人的话，他有很多得到那些不健康的一个病，因为他每天面临着给人家伤头骨，那个气味全部在他的身体里面吸收到很多。得知女嘉宾对自己的欣赏后，男嘉宾会作何回应呢？是这样子啊，包大哥，我也再给你反馈一下刚好跟女嘉宾的一个聊天的一个东西啊。女嘉宾呢，她可能就是也意识到了，也许刚才可能她的问话过于直接了，但是呢，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因为像你们中年人的相亲啊，可能确实会有很多比较现实的东西在里面。她问出来也说明她这个人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想法，总好过给你动小心思，是不是？哎，表面上感觉我是一个什么也不图的人，然后在一起后我给你动很多的小心思，然后婚后来怎么怎么怎么地，恰恰说明理解她这个人很直，你一眼能把他看透，对吧？有什么好的不好的我先说出来。那我再说一下，刚才李姐有跟我讲说他对你其实很认可，尤其是你有手艺这一门，他其实是很欣赏的。他觉得有手艺啊，未来哎两个人要是合适在一起，还可以开一个夫妻店，对不对？他也很乐意来帮你忙。那比如说你现在请个人，是不是就可以哎不用了，或者说是不是增加一些人手，把我们的门面做大，都是有可能的嘛。就未来的生活还是比较美好的。同时他也表达，如果未来在一起，你肯定还有父母，对不对？然后他也很乐意就是能够孝敬你的父母。对，他还是一个比较
会持家，然后呢也是贤妻良母的一个女人。只是刚才可能啊过于直接的一些，加上你们两个的一些误会，就引起了你的一个情绪。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是当着理解的面哈批评一下包大哥。你说你都45岁了，有情绪有不满你应该直接跟我们说出来，但你当下的选择可能是我憋在心里边，然后呢我用比较消极的方式来处理，就比如说聊天不是很积极，对不对？但其实大家是有情绪，然后也说了一些气话。我觉得包大哥，要不然你自己也来解释一下好不好？作为男人，其实女嘉宾愿意丈夫嘛，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孝心的，还是比较好的。开夫妻店这个看法还是我还是比较觉得可以的。就你也愿意未来可以开个夫妻店是吧？所以关于租房那个问题，如果说觉得相互都相爱的情况下，我这些方面都我会都负责的，全部自己会买，会反正自己会努力拼搏去做。关于这个像对付我父母那些比较孝心的人，我也会全心全意的对他的家人一样的对待，反正人嘛就是相辅相成的。就我也替理解再问多问一个问题好不好？因为刚才我说，因为当了妈妈后嘛，就你也要理解一下，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会把孩子想到第一位。那假设未来两个人真的有缘走到一起，像他有两个孩子，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对他们？如果说真心相爱的话，反正还是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嘛。对嘛？我觉得这点还是很重要的。我这个应该是你想听到的，是不是？两人的关系再度缓和，双方对于彼此的好感也有所回升，匹配度再度上升到70%。此时亲友团的建议会影响两人最终的选择吗？外表看起来是多好的，看起有他们两个配不配嘛？你觉得外形他们比较外形还是匹配？我觉得真的可以，外形还是匹配。我觉得还是多那个的，我感觉事后接触一下，那个得行得行，不得行就算了，又不影响，是不是？我那条街的这都是他生意最好哟，那还是不错嘛。可以。就是从你的角度评价一下包大哥，你觉得他为人怎么样？我们重庆人都很豪爽，相当于是根子都是。听完亲友团的意见，两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那么接下来就请二位嘉宾背对背的站着，如果愿意选择牵手成功，在我数321之后请转身，如果选择牵手失败则转身离开。阿刘，你看嘛，你要有身材，有身材要人才，有人才。我的脸都红了，挺帅的。帅的，帅的。答应的那个死气沉沉的，我都没得心情那个去问了。说的有点夸张，我觉得。这么一说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拍死掉了。3、2、1，男女嘉宾请做选择。本节目由 OTC 国药准字号福禄康牌熊胆粉冠名播出。肝，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承担着代谢、排毒和造血的重要作用。熊胆作为传统的中药材，对肝好。这是福禄康牌熊胆粉，胆汁冷链保存，零下40度超低温冻干成粉，充分保留有效成分，一天冲服一次，清热明目又平肝。中医认为肝火旺盛容易导致口干咽喉痛、眼睛红肿痛，降肝火的过程就是平肝。福禄康牌熊胆粉，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清热明目平肝，对肝好。常聚会咽喉痛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眼睛肿、眼睛痛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肝好有福了，有福有禄有健康，福禄康牌熊胆粉。本节目由 OTC 国药准字号福禄康牌熊胆粉
冠名播出。肝，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承担着代谢、排毒和造血的重要作用。熊胆作为传统的中药材，对肝好。这是福禄康牌熊胆粉，胆汁冷链保存，零下40度超低温冻干成粉，充分保留有效成分，一天冲服一次，清热明目又平肝。中医认为肝火旺盛容易导致口干咽喉痛、眼睛红肿痛，降肝火的过程就是平肝。福禄康牌熊胆粉，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清热明目平肝，对肝好。常聚会咽喉痛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眼睛肿眼睛痛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肝好有福了，有福有禄有健康，福禄康牌熊胆粉。玩游戏，我来等你。本节目由 OTC 国药准字号福禄康牌熊胆粉冠名播出。福禄康牌熊胆粉，有治疗功效的熊胆粉，清热明目平肝，对肝好。常聚会咽喉痛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眼睛肿眼睛疼用 OTC 国药福禄康牌熊胆粉，对肝好。肝好有福了，有福有禄有健康，福禄康牌熊胆粉。男女嘉宾请做选择。哎，离开的时候最后都有点纠结，我最后选择的人呢，还是他说话呀，有点感觉有点强势那种，还有就是性格不合嘛，主要是还有就是，我觉得他自己都是带小孩的，他还不愿意带小孩那种感觉，都感觉不一样啊，反正都觉得还是选择了放弃。我看刚才你不是最开始是先转了身吗？对不对？嗯。但是后来为什么又离开了？他不是走了，我就走了噻。啊，那对于刚才这个结果有想到吗？没得啥子的，那个就是随缘噻，没啥子的。然后我是觉得从朋友做起嘛，嘎哈，那种他的性格还是有那种，我能够理解，我能够理解，没事儿，真心。想找一个过日子的，要么就了解清楚，对，要么就不去了解。嗯，哎。好，所以呢，如果说电视机前啊有对我们理解感兴趣的嘉宾呢，是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的。今天这期节目啊，就是特别典型的一期中年人的相亲。其实中年人相亲呢，确实会面临很多的现实，也有很多的无奈在里边。比如说像车子、房子、子女的问题，都是在我们的相亲过程中不可能避免的一些话题。那我也特别希望未来能够来到我们节目中的一些嘉宾，如果说你也是在中年了，或者说你也面临再一次组成家庭，那么我们也希望您在来之前呢，一定要权衡好利弊，想清楚未来这段婚姻您究竟需要什么。